多少吗？2000。大姐问你咋不是如实回答呢？这个红娘在这块呢，还能说话带水分。每个月花销可以在2000之内。问你工资开多些？每个月工资4000多呢？4000一也是4000多，4900也是4000多。4000多这就行了呗。多少啊？多少？4000多这就行了。4005也是4000多。不要这么教条嘛，这么教条不好。那刚才大姐问你的时候，为啥说2000呢？我说2000花销。明明问的是工资。我心说以后得有一个月花多少钱。